才有我存在的理由。留在你家，比回去更有意义。嘉玲结婚过，你也有囡仔，这是这世人绝对无可能改变的代志。你嘉玲的幸福不能讲生笑啊，要想好清楚啦。所以今麦你是承认，你跟嘉玲，你要开始行动了吗？阿门，我能汹涌到你吗？阿我阿门欢迎关东，今晚中刚昏昏去啊，但我奇怪的了，其他都无去啊。吼，张勇吼，这一看就知是作风了。你既然你爱这个囡仔，我就偏偏要离。然后我就当你绝路，和你不要去第一五座，当做官。你房间顶世界顶级大名床，温室用袂买。你竟然让一顶名床顶面睡其他的查某人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想无对阮小妹哦，搞一条线。你拄则讲什么世界顶级大名床？就这顶啦。这顶名床，你若真的要保护，你就搬转。要送啥？今日咱两个一定要做一个结束，我无可能让你玩的一步。我现在剩到啥？你就搞死。杜晨，你谁送的？你好，太太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阿哥最怕的。